香港知名男星陈浩民的老婆蒋丽莎晒出了自己的九宫格美照。她身穿黑色吊带运动内衣热裤，手上拿着单反相机，戴着墨镜对镜摆 pose， 性感火辣的身材赢得一众粉丝们夸赞。网友还评论咨询她怎么才能瘦得像你这么美，蒋丽莎就回复她：认真带孩子加天天自己买菜做饭，自然会瘦。仔细看蒋丽莎晒出的照片，她四肢纤细，胳膊和腿上没有一点赘肉，锁骨明显，小腹平坦，十分有型，巴掌大的腰线，修长的美腿，光看背影就已经很迷人了。其实了解蒋丽莎的粉丝都知道，她嫁给陈浩民后六年时间里为老公生下一男三女，顺为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季军。婚后的蒋丽莎也几乎放弃了事业，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，抚养孩子，伺候老公，空闲时间还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精致。对比那些大龄还未婚的女星，蒋丽莎的状态其实也挺好，您觉得呢？